芝麻卷，芝麻卷都是中是包好冻糊咯，芝麻卷都冇得吃啦。哎啊，现在是下午了，我们准备出去。苍蝇都冇给啊！没有个老师也没给做，根本都没拿苍蝇。你讲的螺丝没给做不听咯？螺丝是没给做，螺丝要不乱来做，还抓个走好了。我们准备去会场了。好多，我的还是。我的天哪！好多。来！啊，到会场这里，这个大厅的啊，那个战地记者，嗯，看这个哦，这个是这个来了。往哪里进？哦，会场在这里。好多的人，现在正在排场。这个会场是最大的，是啊是啊是啊。你现在就播吧，不要这个会场很大，租这里好像场地8万，然后音响12万，还不加其他的那些东西。嘉宾都到了，然后就准备吃饭。这个会场是他们办直播的哈，最大的一个会场，喜欢分族群就是在这里办了，然后办这一次差不多花了100万这样子吧，你请假跟吃住那些什么。我进到会场这里了，然后有4公子他们都在。那个歌星一桃。应该是跳舞的吧。蛮高。现在开始开场。Hello。夜色那个歌手在唱歌了。You
一生好兄弟，一世的传奇，愿为兄弟干到谷底。对啊，第一次给了这个舞台。OK， 可以。有没有成功？有没有成功？